我们今天的妆感就来自于华灯初上的宝宝爸爸妈妈。我跟你说，白雪公主花啊！我的天，反正我们今天去当天看到挑战。好，今天来拍摄我的专辑封面，然后这个概念呢，就是 link with the universal， 就是把创造创世纪这个概念放到这个专辑里面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是一个创造阿令的美，不同的美，帅、性感。各式各样的美都有。这一次呢，其实主要是要从我38岁的这个最美好的年纪来讲，然后去连贯所有的，不管是从家人、从族人、从社会现象开始做连接，从用音乐来连接。因为我觉得我本身是一个不太会用文字去叙述很多事情的人，所以我只能用音乐去表达我想要诉说的一切，所以用 link 来做整个专辑的概念。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好像只能给大家一个感觉，是就是尽量哭吧。那这一次是让他觉得呜sexy， 然后我一直觉得那个性感不是说你露很多，而是那种真的你有自信，你那个魅力就会散发出来。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动都觉得自己好性感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觉得就好了。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的是，因为我的工作我可以尝试到各式各样的美。那我觉得那个各式各样的美是要你去体会、去体验，你才会知道说，真的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然后我真的很喜欢，而且真的很重，但是你要有那个分量，你才可以撑得起来。还有这一次的专辑里面呢，我尝试了各式各样的造型。那我自己呢，也给自己一个新的一个想法。我觉得不管是长发、短发，我都很爱。哦，我就说剪，就让我剪短发，然后也督促自己不要再胖，因为短发一定要瘦一点，然后那个角度才会好看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拍美美的照喽，加油！这个很适合恭喜发财。